thank you こんにち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吴智秀，欢迎收看日文二的节目。那么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快乐学习日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六课，iku m a ni z e i o y a g s i n a s 要学习的是日文的助动词 nasai 的用法。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动词连体形第四变化的用法，还有原因理由的这个接续助词 no d 的用法。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单字，请同学们跟着邱老师来练习。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邱奇曼，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这一课要学的是 n s a 赛。 那课程不会很难，希望大家也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学习。那日文有一句话叫做“积沙成塔”，所以老师建议同学们要善用零碎的时间，一点一点的累积，把单字背起来，把句型记起来，然后把文法弄得很清楚，你的日文自然就会学得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单词：阿西莫多，阿西莫多。基。 黄色、黄色。声、声、水泳キャップ、水泳キャップ、洗濯物、洗濯物、モノ、水色、水色。 レシート、レシート。散らかす、散らかす。脱ぐ、脱ぐ。待つ、待つ。磨く、磨く。読み終わる、読み終わる。閉める、閉める。 つけるつける取り入れる取り入れる必ず必ず以上のジェイクルダンツ。今日の試合はジェイクルダン邀で邱老日跟我ェ一起ルダンツ先生今日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那么现在我们来学习是这一课的第一个句型 s o k u j i n o mai ni te o arai nasai。那这里的话呢，这个呃 nasai 的话就在动词的第二变化的后面，表示其实或者是要求的意思。那么中文的翻译就是清明，请您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意思。那么它的口气呢，比我们之前学过的 take 大赛更加的直接，更加的不客气。 所以是属于上对下的这个用法，所以我们对长辈跟对一些不熟悉的人，应该避免来使用这个拉塞的用法，而使用 t テください。我们来看例句。ご飯を食べる前に手をきれいに洗いない这个洗いない就是是洗ってください的意思，就是命令句，请洗手。在吃饭前呢，请把手洗干净。那这里的洗いない的话呢，是把洗いま这个ま去掉。 啊、呃，加上ナサイ就可以了，就变成あらいナサイ。プールで泳ぐときは必ず水着をカブリナサイ。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呢，请务必要戴上泳帽。这把换成换成就变成命令句。呃，请一定要戴上这个泳帽。好，那这里学习的就是这个的用法，我们来做句子的练习。小 前，手洗完，把它换成“なさい”的句型的话，会变成“食事の前手洗い,い在吃饭之前的话呢，一定要洗手，请洗手。勉強前、お風呂に入ります，会变成“勉強の前お風呂に入りなさい”。好，这个“勉強”它是一个动作的名词，所以名词加“の”加“前在读书之前呢。 要请先呃洗澡，お風呂にハイリマス。那把マス换成ナサ就变成ハイリナサイ。結婚前に両親に挨拶します。那么会变成結婚の前に両親に挨拶しなさい。好，在结婚之前呢，要跟父母亲打招呼。那这个地方呢， 或者是我们加上一个ごご両姓，那就是指对方的父母亲。好，結婚の前に，在结婚之前呢，啊，要跟呃父母亲来打招呼。挨拶します就变成挨拶しなさい。留学前日本語習います，留学の前に日本語習いなさい。 在留学之前呢，啊，请请学习日文。u g no m 一样，这个名词用 no 加 m 用法，在留学之前。h o n g o n a a m s m s 换成 n a s 就变成 n a a n a s 请学日文。好，那这里我们学习了这个命令型这个 n a s 的这个用法，它的客它的口气比较啊不客气，所以呃同同学们要尽量避免使用在对长辈的的时候。所以如果要请求对方做的话，我们用 take n a s 的句子比较客气。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第二个句型。行く前に、先に予約してください。在去之前呢，先预约这个位置。 那它的这个用法呢，呃，跟动作性的名词 i n に的用法大致相同，所以动词的话用第四变化连体形加上 m 前 y 所以如果是动作性的名词的话，我们用 no m n 前 y 的用法；那如果是动作的话，动词的话呢，我们就用动词的第四变化连体形加上 m 前 y 那它的应用的范围就更广，更加的灵活了。我们来看例句：来る u に電話をく say。 在来之前打电话给我，请给我电话。这个 kuru 用第四变号连体形，那第四变号连体形的话，那其实就是跟它的终止形、跟它的原型是相同的形态。所以 kuru mai n 就是来之前，iku mai ni 电话的 secure yaku shimasta，在去之前呢，已经呃先打电话预约位置了。iku 一样用它的第四变号连体形加上 m i ni，iku mai ni 去之前。 电话对，这个对表示手段、工具、方法对的用法。使用电话来预约这个位置。せきよようやくするよ已经定好位置了。ね a まい i how みがきま s 在睡前呢要刷牙。ねる加上名词まい i 在睡觉之前。how みがきま s 就是指刷牙的意思。 好，那么我们来呃练习这个这个前に的用法，动词的第四变化连体形加上前に的用法。行く前に席を予約します会变成行く前に席を予約しなさい。好，那个在去之前呢，呃，请预约这个座位，予約します把ます换成なさい，呃这样子就可以了。レポート書きます前

米拉斯就变成米拉塞。ネマスマイハミガク那么会变成ネルマイニハオミガキナサイ？在睡之前呢，请先刷牙。ミガキマス把マス换成ナサイ，变成ミガキナサイ。好，那么这里我们练习了这个ナサイ的用法，还有这个イクマイニ这个动作的连体词加上名词的这个用法。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在前面句型学到的“拉塞”的用法，那么请同学们要特别留意这个“拉塞”的话，呃，不能用在对对长辈的时候的使用法。所以，如果呃一般的情况，我们就用 “take t a t 塞”口气来的比较客气。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第三个句型：“Asada tomoda jiga kuru no de heya o k 因为朋友明天要来，所以呢呃來整理房间。 那这里我们学习到的是接续助词ので的用法。那它接在动词、还有助动词、一形容词、那形容词的第四变化，也就是连体型的后面，那表示一个客观的理由，它的原因。好，像它的重点的话呢，在后面的动作或者是行为。那口气上面呢，是比较委婉、比较客气的一个讲法。好，我们来看例句：両親が遊比に来る诺で、部屋をきれいに片付けました。 因为我的父母亲要来玩，所以呢，呃，我把房间整理干净了。所以阿 s 比 b i 这个 k u 用第四变化连体形，加上这个 n 呃，这里表示原因、理由的意思。因为父母亲要来，所以呢，呃，我要把房子打扫干净。e p o o no s i r o sagas node，好，因为要找报告的资料，所以下午要去图书馆。shiro sagas 一样动词的第四变化连体形，加上 n o 要找资料，所以呢，我个瓦图书馆的一哥，就下午要去图书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呃因果关系的ので的句子练习。明日友達来ます。片,片付ける。好，那么会变成明日友達来るの片付けます。因为明天朋友要来，所以呢，呃，我要来整理这个房间。 友達が来る、一样来る，第四变化加上后面的ので表示因为的用法。今晩映画見ます。チケット予約する。好，会变唱？今晩映画を見るのでチケット予約します。好，因今天晚上要看电影，所以呢要来映画を見る第四化体形ので表示で用法。本借ります。図書館。 行く、はのう、へん、ちを借りるので、図書館へ行きます。いわや、チェスー、しょ、やっちゅを借りる、じゃさん、ディスビは、じゃさん、ほのので、表示いん、わ用法んば。いわや、チェスー、しょ、やっちゅのネクタイ、します。水色のシャツ、着る、へっぴん、ちのネクタイをするので、水色のシャツを着ます。いわや、 打这个黄色的领带，所以要穿这个水蓝色的这个衬衫。好，那我们这里学习的这个 no 的用法，那我们说过 no 是比较客气、比较委婉的意思用法。好，跟之前我们学过的卡拉的用法其实是呃口气不太相同的，所以这里请同学们多多加的留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第四个句型，puu de oyogu o k i wa a n a d a z s u y k a b u r i n a s a 的这个用法。 那这里的话呢，呃，这个以前学过这个时间的 “ma” 你的用法是指在什么什么之前。那么这个名词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toki”，所以在什么什么的时候的意思。我们来看例句：コーヒーを飲むと多わ、サトウドメルコイでマスか。你喝咖啡的时候。 加糖和牛奶吗？所以 e 以有 nomu 一样用动词的第四变化连体型修饰后面这个名词 toki。所以在喝咖啡的时候有没有放入糖跟牛奶呢？好，那么读书的时候就是 b e n k o surutoki。b e n k o surutoki 哇，den do m o t o akaru ku s i n a s e 在读书的时候呢，请把灯开亮一点。好，那么这里的话呢 m o t o 是指更的意思用法 a k a u k s i n a s 好，这是 agaru 改成副词性用法，变成 agaru kuru。好，那么 k u 再加上 nasai 的话，变成 xinasai。啊，请把这个灯弄亮一点。好，那么这里学习的就是这个 toki 的这个用法。那么动词的话，一样用动词的第四变化连体型也就是它的基本型的这个形态，再加上后面这个名词 toki。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练习这个句子的练习。Puru oyogi masu。 と水泳好，那么整个会变成泳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呢，呃，请你戴上这个呃泳帽。这个地方是呃泳ぐ用第四变啊连体形加上とき泳ぐとき在游泳的时候呢，好水着キャップをカブリナナサイカブリマス加上这个请求句的カブリナサイ，还请你要戴上这个泳帽。 コンピュータ教室入る時、時靴脱ぐ、コンピュータ教室に入る時は靴を脱ぎなさい。好，当你进那个电脑教室的时候呢，呃、要把鞋子脱掉。好，に入る時就是当你要进去的时候，靴を脱ぐ就是脱鞋子，脱ぎなぎ变成脱ぎなさい。電話かけます時。

電車降りますとき、足元に気をつける。好会變成好電,車好電車降りるときは、足元に気をつけなさい。当下電車車降りるときは、足元に気をつけ的步伐好気をつけるとまは、再变成気をつける。請你要留心要留意 好，那这里我们学习是这一课的呃句型文法，主要是学习到就是那个拉塞的这个用法，那么另外就是动词的连体型修饰后面名词这个头 K 的这个使用方式。好，那么请同学们对照着我们的课本后面的文法的说明多加练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一课的生活短句。好，那这个短句呢，呃是在客厅里，这个妈妈跟女儿在谈话。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V C R。 お母さんは何時に空港に着くの？午後四時よ。私はこれから迎えに行くので、あなたは家を片付けなさい。そして、私たちが帰る前に洗濯物を取り入れなさい。えー？私が？お母さんは忙しいからあなたも手伝いなさい。はい。何時ごろ家に着くの？六時半ごろ。じゃあ、この小説を読んでから。 片付けてもいいよね。ダメ、全部終わから読みなさい。好，那么这个对话是妈妈跟女儿之间的对话，所以在绘画里面的话会出现很多呃长体的这个用法。嗯，那么同学们还没有学过，那么先同学们先模仿这样的口气。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绘画里面的句型、文法，还有中文的意思说明。我都さ了は南紀に。 哥哥，你知不呢？爸爸几点钟会到达这个机场呢？这里的知不呢，就是知给 maska 的长体的用法。那么，因为母亲跟女儿之间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中间的话呢，呃，通常不太会用 maska 的这个句型用法。所以，同学注意一下，这个知不呢，把鱼尾往上扬，它就是一个疑问的口气。哥哥有几油？ 呃，是下午的四点钟哦。那这个地方也让哥哥有几有是一个长体用法，呃，不需要讲哥哥。哥哥有几的意思有，这个 this 就可以不要用了，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そして私たちが帰る前に洗濯物を取り入れなさい。嗯媽媽呃、交代事情，呃，我现在呢就要去接爸爸。 むかえに行くので、むえに这个呢一样表示去的目的。我是去迎接爸爸。あなたは家を片づけなさい。所以请你把家里整理整理。そして、然后呢、私たちが帰る前に、在我们回来之前、洗った服を取り入れなさい。请你把衣服要收进来。洗った服就是洗好的衣服。好，请你把衣服收进来。取り入れなさい。 这里因为是妈妈是对女儿讲话，好，所以可以用一些命令的口气在这里。托利伊纳塞，所以请你把这个衣服收进来。哎，我的膝盖，这个呃，我的膝盖一样把鱼尾往上扬，有啊表示疑问的口气。哎、欸，是我吗？我母さんは忙しいから、あなたも手伝いなさい。因为妈妈呢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呃，也请你帮帮忙。 伊说噶是卡啦，那个完整句子加上卡啦，这里表示因为的用法。因为母亲很忙碌，所以呢，アナタモテズダイテズダ原型テズダイナセ，所以请你要来协助，要来帮忙。はい、何時ごろうちに这个呢 好，那么几点钟左右你会到达家里呢？乌吉尼自古诺一样，这个自古诺要疑问疑问词的口气在这里，就是 “tsukimasuka” 的意思。那么几点钟会到达家里呢？乌吉尼自古是表示抵达的意思。六点几韩国的大概是六点半左右。じ可能修小説を読んでから片付可以もいいよね？好，那么就是等我把这个小说读完之后呢，再来整理也可以吧。 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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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再来做后面的整理这个动作。い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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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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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要先做完呃这个工作，再去读小说的意思。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好，那么现在请同学们跟着邱老师来做练习。Minasa, isshoni douso. o t o a n 午後4時よ私はこれから迎えに行くのであなたは家を片付けなさいそして私たちが帰る前に洗濯物を取り入れなさいえー、私がお母さんは忙しいからあなたも手伝いなさいはい何時ごろうちに着くの 六时半左右。じゃこの小説を読んでから片付けでもいいよね。ダメ。全部終わってから読みなさい。好，同学们都练习得很好。那么，请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不断的运用这些学过的东西。那么每天随时不断的练习，那么自然而然就会记熟了。ミナサンガンバデフタサイ。请同学们加油。好，那么接下来是你知道吗？People in Japan 的单元，我们欢迎蔡清宇老师。 口尼兹我是小玉老师，他妈江先生，带你一起来了解真正的日本人。每一个国家文化对于表现爱的方式都不同，相对的，在语言传达程度上也会不一样。和外国人谈恋爱的时候，若是单纯的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表现，可能会拿捏不准自己有多被爱，身在福中不知福。 相反的情况还会更糟，误以为对方喜欢自己而会错意，或是自作多情。日本人不像美国人一样，一天到晚都说 “baby I love you”，每天睡觉前到晚安时来一句，出门说拜拜的时候也来一句，甚至讲电话要挂断之前也要来一句。日本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很单纯。 一开始告白时，就会开门见山的说 s k i d e s 喜欢你。文中的 s k i d e s 不只是喜欢哦，已经有很爱的意思了，不是有事没事就随口说说的。而我们所熟悉的“我爱你”爱 i l l 大部分只有在生离死别或是紧要关头的时候才会说。 比如像日剧里的女主角得了绝症，男主角知道后，在病床前紧握着她的双手，一边悠悠的说“爱”，一边流下无声的泪水。嗯，好无奈哦。另一种所谓的紧要关头的情形，假如你的日本情人不是情场高手，又身心憨厚老实。 那么，当他跟你说 “I still” 的时候，就有宣誓性的意义，可以准备去拍婚纱、挑日子了。但是，若你对他没有意思，可要先想好一百个超婉转的理由，具有说服力的分手理由才可以。换句话说，若是没有心情很肯定的话，对方的心意。 只好说说 skirtis 就好咯、哦，千万不要用 i s t e l e 把对方给吓跑了。顺便一提，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哦 s k i r t s 这句话既没有主词，也没有受词，也就是说，以中文的“我喜欢你”为例，说出来的就只有“喜欢”这两个字而已，省略了主词的“我”。 和受词的你，爱 i l l 也是按字面翻成中文只有爱一个字。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害羞或是想蒙混瞎骗，这是日文中的一大特色——省略主词的用法。举例来说，何你してるの？在做什么？ご飯を食べてる。 在吃饭。日文在句子里面并没有明说“ ANNA DA 你或是“ SI 我，因为主词你我被省略了。于是，即使被说“ s k i 好きで s 好喜欢，听起来有点搔不到痒处。但是，只要你了解日文的独特表现之后，应该还是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意。 我是小玉老师，Tamara 先生，我们下次见。Minasama g o k i e n yo。好，那么最后是怀念歌曲的单元，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木兰卡吉亚》，欢迎国分老师。 「私も休まず土うつ響き」「飛び散る火花よ走る湯玉」「冬後の風さえ息を持つがず」「仕事にせいだす」 元気ですか今日の歌は村の鍛冶屋です包丁や作道具漁具や農具など野道具や山道具を製作する職人を野鍛冶と呼びます現在では機械化が進み手作業で農具や刃物を作ることのできる職人が減ってしまいました。農作業も トラクターで田畑を一気に耕しますから、道具自体の需要があまりなくな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それでも日本では、鍛冶屋は全国各地に残っており、農家も鍛冶屋を支えています。火花、火花、ふいご、ふいご、鍛冶屋、鍛冶屋、 働き者、働き者、病知らず、病知らず。それでは皆さん、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嗯。请同学们多多复习今天学习过的内容。也谢谢邱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学习。好、我们下次再见。